青史稿对皇太极的评价很高，认为他能文能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青史稿的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比美远古的圣贤们。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医哉。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48本的青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历史学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在古人的观念当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和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即大明万历20年10月25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8。关于皇太极这个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当中很多人的名字和飞禽走兽有关，表明他们的生存状态必定和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楚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就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太极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皇太极，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语音，于是皇太子、皇太极、皇太极三者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比如青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达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显以为有天意焉，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意。史记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青史稿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他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他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物，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14岁，努尔哈赤则为30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5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5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4年后生下的皇太极。11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痛，他痛哭不止，下令4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1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3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他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这一年皇太极不满12岁。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3、4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7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
不凡指示，即能暂领。就是说，这是一个7岁的小大人，不用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7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7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11岁的皇太极。这样的锻炼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许不可小觑。不止一种史书记载说，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因为缺粮，皇太极和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就射杀黄羊58只，其中竟然还有不少一箭贯穿2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据说沈阳十圣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过的弓箭，箭矢长4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皇太极的身材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很厉害，体重大概在250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导致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个庞大的重量。他有2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2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2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50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100里而已。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4年，时值11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季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好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导致周围的人们十分惊异，而且钦佩莫名。《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言如卧丹，严寒不利，意思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女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眩晕，并且在伏案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了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20岁左右。公元1612年是为大明万历40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阜新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46年，后金天命3年，在庆祝努尔哈赤60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们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5000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
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的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急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怯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的退回后又冲上，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退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以至于不可收拾。史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皇太极曾经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战局。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的平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以外，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很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是不胜枚举，称得上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13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遣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这句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像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当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另外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公元1639年，即大明崇祯12年、大清崇德4年8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地权位的事迹，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
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200多年后再用圣乙哉来赞叹他的人们，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道，这个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的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地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比如他特别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们。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损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酒倒进了河里与士兵共享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宋元明清，且每每有精彩纵肯的见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300多年前，他就曾经很纵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乙哉了。做了韩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韩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在其当时，中文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意志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锐绝伦的人。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使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芒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逐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啊。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为耐人寻味。此事发生在公元1623年，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厉。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撒哈连文武双全，能征善战，
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韩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们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后的第四个年头。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了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成一国的意思。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守。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图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及今天河北省卢龙县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三天后，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6月7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16条大罪。平心而论，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
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11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就此，皇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众人异口同声，以为应该处死阿敏。最后，皇太极下令将其幽禁起来。10年后，公元1640年，即大明崇祯13年、大清崇德5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接下来轮到了莽古尔泰。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中，他能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显然与他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有关。莽古尔泰很早就与皇太极并肩作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度还很亲密。二人反目是在阿敏被幽禁的第2年。公元1631年，是为大明崇祯4年、后金天聪5年8月12日，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城，猛攻不下，伤亡甚重。第二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如今被差遣出去的精兵归还给他。皇太极说：“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总是违误。”莽古尔泰说：“一有差遣，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什么时候有过违误？”皇太极恼火道：“果真如此，就是诬告，我会严加追究。如果揭发属实，就要把违误者绳之于法。”说完，皇太极红头胀脸的准备上马离去。莽古尔泰急了，说：“皇上应该出以公心说明白，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因为你是皇上，我一切都顺着你，你却这么不知足，难道是想杀我吗？”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注视着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见此情形，忙打了莽古尔泰一拳，并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啊！”莽古尔泰怒骂道：“蠢东西，竟敢打我！”说着将佩刀拔出半尺许，德格类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回到营帐后，皇太极对朱贝勒将领痛骂道：“他不过是个弑母妖宠的家伙，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看他拔刀，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大凌河战役结束后，当年10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漏刃的大不敬罪割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12000银，夺5牛鹿。莽古尔泰也在事后表示，当时喝酒喝高了，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第2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略大同宣化的战斗。12月，莫名其妙地死去。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参加了蒙古尔泰的葬礼，直到后半夜才回来，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大哭了一场。3年后，蒙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1个月，有人告发蒙古尔泰兄妹3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的时候，在他们家里发现了16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这样字样的牌印。于是，皇太极将蒙古尔泰削夺封爵，蒙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6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入关，蒙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最后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现在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皇太极继汗位时，代善推举最低，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已经基本过世，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其声望远在阿敏、莽古尔泰之上，且性情宽柔，得众人心，使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平衡器与稳定器。
可能与母亲佟佳氏和哥哥楚英的遭遇有关。代善表现得谦退平庸，没有显示出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我们无法断言代善究竟为什么自动退出韩魏竞争，转而全力支持皇太极。有自知之明，为了六年前与大妃的暧昧传闻，顾全大局，皇太极众望所归，我们不得而知。从代善一生行事品格推断，也许是上述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所致。一般说来，皇太极和代善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譬如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争吵时，明明有可能是皇太极理亏，代善仍然气恨恨地斥骂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并在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并肩而坐，使皇太极顺利实现了南面独坐。天聪九年，多尔衮远征察哈尔，获得传国玉玺，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从而士气大振。众人仿效当年推举皇太极继承韩魏的做法，纷纷立誓书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指示，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可以免于立誓。代善不同意，主动要求，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发下拥戴皇太极登帝位的重誓，表示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就这样，代善基本上受到了皇太极的礼遇和尊重。不过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也很有意思，颇为意味深长。在代善时不时的就会做一些让皇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表明自己的存在。在皇太极则随着威权日重，也时不时的就对代善小以利害，甚至丝毫不假以辞色。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九年，事情是由皇太极的姐姐引起的。据皇太极说，他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脾气暴躁乖戾，而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进谗言搬弄是非，大约属于那种汉妇加长舌妇一流人物。因此可能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姐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好。这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大家迎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沈阳的路上，哈达公主和皇太极之间又一次发生不愉快，赌气就先走了。他路过代善的营帐时，代善叫他夫人把哈达公主迎进了帐篷，设盛宴款待，并且赠送给了他一批财帛礼物。皇太极知道后震怒，他除了派人前去责问之外，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独自返回沈阳，并且关闭宫门，不许任何人觐见。几天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和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革命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地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和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皇太极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说，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就够了。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去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石牛禄，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一万两，并且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连。然后所有人一起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示政。皇太极这一回算是挣足了面子，他下令宽免代善、萨哈连，只是罚款了事。有趣的是，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连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称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之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皇太极继位之后，曾经做出过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们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12名侍卫，并且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他的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将近18年，这件小事的意味之处就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10年，登基做皇帝2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且不把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崇德4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眼泪责备他说，大哥你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骑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且命令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送他到了家里。3年后皇太极死了，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抑郁。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仅此一项，和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较，皇太极做的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洋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杨之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迟废、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天聪4年11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只箭矢的人。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呀。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下属着想的上司。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把骚扰汉族官民看作是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
以连同妻子一起处死相威胁，用这种方式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者投降的汉人。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的局势全面迅速的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了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彝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就是说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该算是足够精彩了。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且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们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建立在阴谋与持身不正的基础之上的。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们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力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之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就是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却很有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韩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结论则是不言而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平心而论，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奇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骚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2000年帝制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过的汉族官员们，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结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的想翻跟头才对。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是议论国政的时候，他们可以与诸王贝勒共同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同时增设了16位左管大臣、16位调遣大臣。2年以后，皇太极又以不愿意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又过了3年，
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了各种仪仗礼仪，取消了四大贝勒并肩而坐的制度，并且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等等，这些措施全部可以做多重理解，譬如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同时这些措施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这个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个朽烂了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巴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皇太极在他的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也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有一位名叫岳启鸾的读书人上书给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虏的人是上天所赐，怎么可以还给敌人呢？随即他就让汉官们讨论这件事儿，谁知道汉官们竟然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这个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就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努尔哈赤再暴烈也没有这样干过，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这个人蓄意偏向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十二年以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为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且严厉查处，最后把相当于礼部尚书也就是部长的祝世昌发配到了极寒的边远之地，把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喜新郎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个看法的官员，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把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当中，松山城被攻破以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梁进、任相时战守济群，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以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了祖大寿家人和妇女儿童之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多个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和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16年，大清崇德8年，8月9日亥时，即夜9点到11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2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供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皇太极是15个妻子的丈夫，25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韩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凡17年。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虽然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经涉及到了国本国之根本，但这二位过去的努尔哈赤和现在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皇太极享年52岁，他死后8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1年，多尔衮迎接他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